来，先生，欢迎我们的八家将哦。那八家将呢，在庙会文化当中是团体是非常非常活跃的哦。很多人呢，在庙会绕境的时候呢，都会看到八家将以及关将手。那最前面呢，十家将哦，那个十家将。那呢，我们前面呢这一位呢，是我们的邢巨爷哦。谢谢我们十家将哦，十家将呢，在我们的绕境队伍当中呢，其实呢，十家将除了我们原本的八家将之外，还有春夏秋冬哦，我们的四季大神。来，欢迎我们的三通鼓。有请我们淡水平安师执事代表献上清香哦，来恭迎圣驾，来自淡水海普公庙的圣驾李林丹大师平安师。请求圣驾去留神恩，来护佑所有的如下众弟子哦，在呢。